传说尧舜之时，象同人耕，鸟同人云，象耕鸟云，此之自语。再后来，大象年衰，仅留象牙于世。人们为了感谢和怀念大象，将象牙制成手杖。渐渐，象牙所做手杖变成了权力的象征。《山海经·中山经》中说，东北三百里，曰名山，江水出焉。其上多金玉，其下多白绫，其木多梅堂，其兽多犀象。古蜀迂腐国都便坐落在名山之下，江水之畔，今天的温江。2008年，温江迂腐城遗址下游10公里处的虹桥村，发现一处史前遗址。其中 M44 墓发现一具身高1.6米、大约30多岁的男子遗骸，在其一侧放着一根长约1.04米的象牙杖。考古学家推测，墓主人可能是当时的氏族首领，或者巫师。可是，当年禹铸九鼎，秦统六国之后，中国都是以鼎、玉玺作为王权的象征，这象牙杖到底是不是权杖呢？2010年，上海福泉山出土了2件象牙权杖，其上印有神人兽面纹，是良渚文化的典型纹饰。还有西安商州锦书墓也出土过一件象牙杖手。不止象牙，沈阳新乐遗址还出土过7200年前的木雕鸟纹权杖。河南武阳贾湖遗址出土过一件距今9000到7000年的石杖手。那即是说，在漫长的史前时期，确实有很多氏族和部落会使用权杖。还有学者认为，古蜀国的象牙大多是用于祭祀。周礼秋官就记载过，若欲杀其神，则以母菇五贯象齿而沉之。古人认为将象牙沉入水中就能镇杀水怪。虹桥村遗址就紧挨着江安河，所以象牙杖的主人很有可能就是渔夫部落掌管水祭的巫师。刘登书屋。考古学家在虹桥村遗址 TS20W13 探访中发现古洪水地层。我记得渔夫城遗址的史前层之上也发现过洪水层。不止于此，成都平原8座史前古城大部分都有洪水层。考古学家还在虹桥村遗址发现一条自西北向东南的古河道。古地质学家通过对两个剖面进行力度数据分析、锆石微形态分析、元素地球化学分析、孢粉分析，发现在距今4600到3700年间，这条河流平均搬运盈利达到最强，多次出现水动力急剧变化的情况。也就是说，在4000多年前，这里确实洪水频发。4000多年前，新发布的夏商周断代工程报告指出，夏朝建立于公元前2070年，也就是在4000多年前。虹桥村遗址的主体年代正好也是4100到3700年左右。山海经中说，洪水滔天，地乃命宇，足不土，以定九州。难道古蜀先民所经历的正是那场几乎所有文明都记载过的史前大洪水？而古蜀先民正是因为这场大洪水开始了他们的迁徙之路。